大家好，我是爱玩3C的大咪。七月全家澳洲旅行，在雪梨机场待机时，乱逛惊见很想入手的 Meta Ray-Ban 智能眼镜 Wayfair 标准大小，而且雷朋设计的墨镜外框很有型。台湾没有销售，网路没有寄送台湾，所以马上刷卡，还能退税，超划算。等不及，先来澳洲开箱。很简约的包装，雷朋的经典眼镜硬盒，眼镜连接充电盒有磁力，需要用点力气才能取出。因为眼镜盒同时也有智能眼镜的充电盒，所以有点分量。这边是连接眼镜鼻托下方的充电接点，可以帮眼镜充电8次，眼镜每次充满电可以使用约4个小时，足够一次外出旅游使用。眼镜本体是经典的 Wayfair 较为方形的镜框，我还蛮喜欢这种设计，因为我有近视，所以在澳洲先套在我原先眼镜上使用，有点夹头，但是其实也还行，可以及时尝鲜吗？来看看有什么智慧功能。右边镜腿上有个按键，短按或说 Meta Take Photo 就可以拍照，同时也会有拍照的提示灯跟拍照咔嚓声，有创意的防偷拍功能。长按或说 Meta Take Video 就可以开始摄影，最长可以摄影3分钟，很足够。其实镜头是在眼镜的左边，不是提示灯上哦。没有近视的人佩戴使用真的很方便，有点可惜拍摄的相片跟影片都是支援脸书 IG 的直屏格式，天气好时拍摄效果真的不错，就算是切割成横屏大小也还可以用，可以解放双手的拍摄真的很惊艳。我会转向那里，你蛮乖的。可以听到影片收音效果也很好，这么小的相机夜间拍照还可以。室内的摄影也还行。重要的是轻松解放双手，可以拍摄的场景就变很多。不过要注意的是，拍照会有视差。相片中拍摄，以为拍摄手刚好夹着淡江大桥主塔，拍摄时可以试着闭上右眼拍摄，视角会比较接近看到想要拍摄的视角。手机上安装 Meta View APP， 除了眼镜的功能设定跟电量查询外，最重要的是下载拍摄的相片跟影片到手机上，同时也会显示在手机的相簿。回家时只要将眼镜脚收折起来，就会触发手机下载眼镜拍摄的相片影片到手机端，整个使用过程顺畅。来试试语音拍照，然后直接传送相片。On Messenger, send photo to Lillian Chen. Yes. 在外面随时可以动口传送看到的影像给家人，不管电话、Line、Messenger、WhatsApp 来电，都可以双击右方镜腿来接听。喂。然后三级来挂断电话，用眼镜讲电话真的很方便，声音测试也很清楚。Make a call to Lillian。当然也可以语音拨打电话。喂。很神奇的是，在语音接通后，可以双击进回，就可以把电话转换成视讯，然后对方就可以看到你用 Meta 眼镜看到的画面。比方出外买东西时，电话回家询问家人想买哪一个，使用情境很多。使用眼镜一个多月，最常用来听 Podcast。 来试试漏音的状况，声音开到 50%， 几乎要距离到眼镜10公分的地方才比较听得见眼镜的声音，所以一般外面社交距离几乎听不到我用眼镜听 Podcast。 尤其正常在外面人不多的地方行走运动，不用戴耳机就可以听到音乐 Podcast，还可以随时拍摄有趣的画面，是不是很实用啊？再来试试 AI 的功能。Look, what is this place? 在台湾手机要先 VPN 到美国安装，登录 Meta View 才能开通 AI 的 Look 功能。This is the cityscape, possibly Melbourne, Australia.
主要的功能是可以询问 AI 你看到的东西的景象。Look and summarize this article to me. 还可以让它总结你看到的文章。NASA is considering using SpaceX's Crew Dragon to transport astronauts instead of Boeing's Starliner due to safety concerns. The agency has had past mistakes, including the loss of two space shuttles. 可惜目前只支援英文，如果支援中文一定更棒。再来聊聊客制化的部分。我回台湾是去好事多配透明的镜片，约三天的时间，然后在网络上购买这种夹式的墨镜片，但是没有注意镜片会遮到镜头，所以只好自行 DIY 剪掉遮挡的部分，还行。夹式墨镜片的好处是需要的时候再安装，进到室内还可以掀起墨镜片，使用上还算方便，只是造型有点抢眼，对东方人鼻梁较低，所以这种鼻垫也是需要的，使用后眼镜比较不会下滑。比较一下这种随身 Insta360 Go 2小相机，通常佩戴在身上固定位置，拍摄角度固定，而 Meta 智慧眼镜戴在头上，视角随着头转动，看上看下改变，拍摄的角度更为灵活，可以说所见即所得。因为解放双手，所以不管出去运动还是开车，都可以随时拍上一段作为生活记录。来聊聊使用一个多月来的心得跟购买建议。因为眼镜佩戴的时间较长，所以购买时可以的话先确定适合的眼镜大小。常常听到有人买的太小，会有夹头感不舒服，不需要选购安装昂贵的变色镜片，因为变色速度慢，进到室内或出户外都要等一段时间，变色的深度也不够深，不如使用夹式的墨镜片，便宜又方便。这个智慧眼镜还是当作外出旅游拍摄记录使用，比起一般日常每天佩戴眼镜还是稍重，但是出外旅游作为方便的生活记录的小相机就异常的实用。眼镜的耳机功能意外的实用，除了接听电话，外出运动骑车都可以随时收听喜欢的音乐跟 podcast， 音质也还不错。 AI 功能就有点可惜了，目前不支援中文，如果可以直接接通 Google 助理就更实用了，可惜目前还没有找到方案。总之这是我近年来购入最有趣的科技产品，真的很期待未来这种融入生活的智慧眼镜发展，期待整合资讯显示幕的下一代 Meta 智能眼镜。如果你对3C开箱、拍照摄影、智慧家庭有兴趣，欢迎订阅 iWan3C 频道，谢谢。